大哥。该你了，给我们讲鬼故事。我上这个灵异节节目啊，今天上的算第三次，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么累。我基本上我是没有信什么的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听太多事情啊，让我不得不去相信他。对，很奇怪，没对地了。但是今天没有怎么搞得跟那么累，这跟昨天喝酒应该没有关系。因为通常我们这艺人有个习惯，一旦开始录影的时候，人是显得很有精神。对，这是我们的专业。可是刚刚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是在那里一直要睡觉。我都已经快趴下去了。现在摄影机在对你了，你不能再趴下去了，你要讲你的鬼故事。本身这个录影带，它本身在播放的时候会把这个音气反射过来。好像我们来讲，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影片里面去看到无形的东西，但是可以感应到。好，那所谓能感应到，就是说它能够反射到现场。反射吗？那加上那个王大哥他本身的胆比较差一点，所以他会马上会感应到，所以比较累。那就是现在不管我疲劳不疲劳，都要讲鬼故事。对，王大哥，今天带来什么鬼故事？你逃不掉的。对，他们讲故事要讲长一点，我觉得讲长一点就非常无聊了，因为讲故事要讲重点，对，讲精彩一点。我讲三个短的，当然其中有一个是发生在我家里的，但这个是第二个再讲给你们听啊。第一个是在当兵的时候，隔壁那个连上，因为我们站卫兵都是两个钟头轮一班，那因为这个营房呢大概有四个大门，那一般就有四班的卫兵。那有一天突然间就是有一个门的这个卫兵啊，大概两个钟头，就是两到四啊，晚上两到四这个卫兵就不在。那这个当然这个每天晚上都有查哨的吧，士官会去查哨，那查哨这个发现的不对劲，就报告给连长。可是没多久，这个卫兵来换哨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回到营房里去睡觉了。可是每一次他们都看到就是脚都很脏，这个脸上有泥巴，就很奇怪啊，怎么搞？就问他起床就问他。他说他在睡觉啊，他也没干嘛。可是每天晚上他都这样子。有一天，连长跟班长就想说在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就这家伙就是到了卫兵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不然他不站了，坐在那边慢慢就睡着了。他在睡觉，没多久就站起来，就跟着他。那营房的后山有那个坟墓，他就在坟墓堆里面这样走，这个感觉到那个是个新坟啊，他就用手去挖，挖完以后就把那棺材都撬开，就是抓着那个就在啃，但是呢问他的时候他永远不知道，那这种行为当然是犯法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事情有些时候出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连长也不一定敢往上报，报的话，他的连坐组了，那就把他调到白天的卫兵，白天卫兵他一样就起来，也是梦游，白天也会走，也是梦游，只要睡午觉的时候他就全梦游。后来。那当然就听到旁边有些当兵的，以前是当过那种党弟啊，就请来五位法师，说把他包围起来做一个阵，然后好像说是看到就是有一只狼一直要上他的身，狼要上他的身，动物脸就是把他挡起来。然后后来讲说这种叫什么，叫做什么，就叫用这种叫日月法才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。叫日月法。你这是骗我的对不对，王大哥？真的是是日月法啊，是一种寡术之一啊，是用我们道法里面一种道法啊，一种扶妖的道法。对，专强压这些动物灵的东西。我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家，在73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不是有别人讲那个阴灵啊。
停了啊，阿年啊，阿年，阿年就是好像太太已经有怀孕的时候就还不到十个月就流掉了啊，不然怎么样？啊，我是那天晚上我们睡得比较早一点，睡比较早一点，但我自己的感觉大概就是夜里大概两点多钟，我是在睡觉，可是我有很深的感应，就是我的床边有一个人在里面，可是因为灯是关的。总开关，那我在睡觉，电话总开关都是在我这里。那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什么，眼睛不敢张大看，我是偷偷要一点点眼睛这样张开一点点瞄，就是发现到有个人在那晃，啊，那是我起毛啊，真的会起毛。后来想想，我就不信邪，我非要看这个东西是不是，我就把灯砰一打开。王大哥，我大女儿啊，想进来跟我们睡觉，我不让她来睡，她就用这一套来对付我们，站在床边这样给我晃。Oh my god！ 这个不是鬼故事吗？这个不是鬼故事。你这个故事还能赢得这么多的尖叫，也不容易啊。第三个，这是泰雅族，原住民啊，家里很穷，那爸爸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如果说。马路边有出了车祸那种喝醉酒的被车撞死的那种无名尸啊，警察还没来的时候，爸爸就去供尸体，看在那里，供尸体也看上可以赚点钱。那冬天呢，他就跟着爸爸去供尸体，那冷啊，爸爸就跟那个尸体一样，把那个白被单也盖着睡觉。那儿子一看爸爸睡了，儿子也一样睡觉，天气冷睡。所以那个山上有木摩托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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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骑下来，看到前面有一个白啊，知道说又有人撞死啊。小孩子因为尿急啊，就起来尿尿，一尿，这个摩托车咚停。儿子尿完以后，爸爸也起来尿，这个车就看他那个车灯呢晃了一下，啊，然后爸爸跟儿子很奇怪。奇怪，怎么那个灯一直没有关掉，车子也没有动。儿子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啊，一到那边看，摩托车在，一双拖鞋在，人不在了。你吓跑了。跑回山上去了。真的会吓死。所以他看到了白色人在跑来跑去，一下弯这个。他想到死人怎么会起来尿尿嘛？以为是鬼。哎，那欧巴桑那一定吓死了吧？对，哎，我今天就讲这边，我就。王木林大哥，你看，这个很幽默，幽默了，知道吧？好，谢谢，我们请那个我们的观众陈先生啊。我要讲个故事嘛，就是算我有一个朋友嘛，捌一回我差不多暗时差不多七点外，我就去因家底下食饭，算因太太嘛煮个足澎湃的请人就对了。结果食到一半，阮酒嘛拢啉一输啦，结果因太太讲向阳光发腹肚疼，我揽落去直叫落地嘛，面嘛拢。关闭了，我就足紧张，要紧甲送病。结果大家就车开咧，就要甲送啊。搁拄着迄时阵，拄好算车较济，无暗，咱食暗饭的时间嘛。啊，车较济，啊，就搁拄到遐病的时，医生就讲你这急性的毛囊炎嘛，应该你这人较早送来，足简单处理的。啊，但是你正晚才送来，可能爱随几刀啦。啊，那么就怎送入开刀房，入去了就开叉。开一半，我嘛做运气啊，开一下一半就死去啊！啊，结果怎医生就无搁我提倒起啊，当然嘛拢随在外口啊，啊就怎就送太平间。啊，足运气就是到我第三天的时候，算叫西工要来做西工，一个西工入去去到迄个所在太平间要甲领出来的时候，结果伊煞向阳坐起啊，哦，总我哪伫遮啊？啊，尾下了怎怎搁紧的，算个太平间遐有迄个救护车啊。随后叫我再送病，再个人家开啊，无能挂掉，这无好。这人目前蛮好话嘞，这种事情。哦。老师，我太平间希望今天能开好，佮挂起来，佮挂落起来。三缸哦，三缸。但是它放在冷冻柜里头，它冰也冰死掉了。有放到冷冻柜吗？已经弄柜啊。我没有放冷冻柜。太平间。就是摆在那个太平间的床上这样子。哎，就惊啊！等于讲伊底下是冷冻的啊嘛。老师，你是啥物经验？基本上哈，我们有些人哈，像这一类的人哈，第一个来讲，他有这个灵体的症状，好，灵体的症状。第二，他有低血压的症状。
好，低血压症状。那一般这一类人来讲哈，按照道理哈，他已经开刀，应该血滴要滴光了，应该失血而死。但是有时候像那种低血压凝滞的，他会受到他本身的自我元神的保护，他反而不会滴血。等于我们有一点像龟息大法哈，他已经停止，停止这个生命的继续的成长。那到一个时空的时候呢，他自然会苏醒过，恢复回来。而且这三年的时间呢，我们刚刚讲是有十二天，有一天的时间是灵魂出入的这个时间嘛，那有些人呢，他某三天的时候，他是属于假死的状态。我们常有一种常常有一种灵异的故事，就是说哈，像我好几个客户哈，他本来是在宜兰那个礁溪那边骑摩托车，骑，突然失踪了，没有人找得到他，那隔了差不多两天三天，他竟然躺在花莲的，不是花莲，就在那个苏花公路的某个草堆上，人家叫他起来说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称为暂时失去记忆的一段空间。有些人是一个小时，有些人是一天，有些人是十天，有些人是三十天。我还听说过有人死了三十天活过来的，有这种情况。那我曾经，我今天在打个岔，这是我妈跟我讲的，就是她有一年的冬天就在家里，大家在那个庭院烤火，突然间就是看到她的同学穿个毛大衣，马家门口过去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马上追出去看，这个人已经不见了。他就讲说，住在那么远，怎么会跑到这边来，到我们家而不进来呢？过了三四天才收到信，他的同学就在当天也穿那个衣服烤火，结果火上身，扣子来不及拔掉，当场就被烧死，当天就烧死。烧死的当天，我妈妈就看他经过他们，这种是算什么现象？是的，因为人哈。那么死亡之后哈，在49天之内称为中阳生、中阴生啊。那么中阴生的时候呢，他会去找他最惦念几个人，他会去看一遭，他会去看一回，才离开，才会离开。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被人类看到，最被摄影机摄影到的一个49天。可是你都要在讲那个整体刚出来啊，是不是那个？在黄历上面写一个大凶日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在黄历里面写一个狗日、戌日，狗，狗啊，狗日，狗啊，狗啊，狗，狗日的，狗日，好了，畜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龟，狗，狗，狗日，狗日，那天就是灵魂出离的时间。所以这个该去的地方去，不该去还是少去，尤其到狗日，那更不要乱跑了。